阿嬷，你看你切这水果，切到这尼啊水，迄配色配到这尼啊好看着哦。你实在有够贤惠啦，无怪哦，会甲总裁照顾啊这尼啊好势。人诶，即马大饭店下午茶哦，拢足好食，足有气氛诶呢。后座哦，我约你去，咱想说同齐来踅街。总裁遐尼啊贤趁钱。总袂用，拢钱无开，你拢无开，安尼拢算袂好啦。哼，我著讲我的鱼仔哪会遮上，都是有人哦，伫咧讲我的歹话啦。原来都是你这无抢别人查某仔订会馆哦。哎，啊无你即摆是安怎？阮常年照顾恁母仔囝，还佫无够，你即摆怪亲门大户来阮家咧塞人，无你甚物意思啊？啊，你是讲这甚物话啦？哈？人来拜访人，搁掼盘手礼来尔，啊无去讲着你啊，啊你敢若听着马音，啊来屁屁叫，那你就是心虚嘛，毋知惊讲知影人咧后壁会讲你个尻川后话啊。盘手，这你咋来盘手？你真正有够无心意的呢，咋这什么白色巧克力饼？你当作是咧骗囡仔哦？不是啦，我就想讲好食吼，我就砸过来啊，我嘛无考虑到什么贵重无贵重啊，失礼啦。那你咧下什么失礼啦？什么咧贵重唔贵重？但阮厝常常都咧收着礼啦，要贵重哪会无？那大家咧讲啊，什么燕窝啦、鱼翅啦，规桌啊，那是想要吃，啊吃袂完啦。啊，人讲要比贵重物件吼，迄拢是有目的的啦。到人有人讲去想着讲啊，这四修啊袂歹吃，啊专工送过来，大家来分享。总讲一句啊，有心较重要。啊，头家嘛，你真啊足了解人情世事的呢。你确实足有智慧的，我这边的用心，你会当了解就好啊。哦，你真正有够假掰的呢！啊，什么时阵唔来？敢若要见你互我掠包了后，才要来阮家，啊来包给阮妈。我看哦，这心机的人应该是你吧？我哪有啦？好了，昨暝哦，我听新兵甲我讲，伊伫咧病院拄到总裁，伊看总裁敢若身体无爽快。所以伊就送总裁倒来厝诶。啊，伊看总裁嘛，敢若身体嘛无啥爽快，伊就烦恼诶。所以我今仔日才专工过来看总裁嘛。秀兰啊，啊人是专工哦，啊来拜访者安尼先来尔。啊，恁那都是疑神疑鬼哈。家己后生也无爱感觉好，也无爱照顾好，啊，规工家去买物件、买东、买西。妈，我是去替超强买一挂伊要用的物件，顺便买一挂要送予疗养院院长啦、医生啦，还是讲护理师的礼物呢？我是希望伊哦会当替我照顾超强，我唔是替我家己买的啦。你个讲甲真吓怕呢，真好听呢。家己爱买物件，阁遐尼啊侪理由哦。张超强大医，啊，够要紧啊？是袂要紧啦。啊，都秀兰啊。张阿嬷搁在直直如，如讲叫中人哦，落来将阿强哦查出疗养院啦。伊唔敢讲看药，都遐治疗吃苦啦，是哭甲骂骂吼，还哭甲敢若有影咧。啊，叫今仔日早起咧，啊去买物件买到花头喜面，这可想一个做人妈妈的快。总裁啊，安尼确实袂用的啦。啊，囡仔哦住院，啊做妈妈应该是袂食袂困。哪有心情去踅街买物件？哎，无借问一下你倒位的哈？阮家有代志需要你来插嘴哦。无啦，我只是分享一下做妈妈心情。免得要分享。吼，你正经，迄无抢别人查某囝，无抢别人的某，即卖是要安怎？无抢阮妈朋友就对啊。啊，做菜妈遐尔侪朋友，啊无差加我一个啊。啊，搁再讲。我是有甚物资格做总裁妈的朋友啦？阮妈吼喊你出去啦，伊哦都是无朋友。
伊有法度甲哦，迄几十年以前哦，恁的迄客查某囝当作宝共款。你即马来甲巴结，你根本哦，就是想要甲伊灌迷汤吧？什么叫做无朋友？我感觉是遐尔好简单，都能灌迷汤哦，是吗？哎，钟婶妈，好好好，卖生气吼。你若真正是空轻，哪有才调替总裁把家顾到遐尔好，顾到拢无停当啊！总裁夫人哦，嘛是为你好啦，你莫计较吼。对啦，伊足为我好诶，好到看袂起我，甲当作是这间厝诶使用人。妈，你讲这句话就无公平呢！我当时有叫你做过啥物代志？连迄白食白大饭菜也嘛同款啊！我看伊哦，当作无看到。我呢还阁无够体谅哦。阿嫂，我是啥物时阵白食白大？我是哦，替阿爷咧换未来城的规划甲营运，我嘛真辛苦呢。张超强哦，害我甲客户受伤，阮也无怪你啊。啊，你七做妈妈，唔然无来甲阮回信咧，阁讲我的背后话。凤姐啊，你不是去上班啊？我刚才出门才发现有物件袂记咧提啦，啊一转来就听到恁在冤家。昨昏我先面在我面头前耀武扬威，啊今仔就换你来哦。恁这对母仔囝佫配合得真好啊！身边哪有耀武扬威？伊根本就无，伊刚才一直甲我讲哦，伊就烦恼总裁佮总裁骂。客户啊！张阿姨哦，讲要照顾伊母仔囝，我就感觉这是因贵立体啦。啊，这个丁慧官哦，较早专门去做人的小三呐。我的心面嘛，偷客遐，我甲伊相处过了十年，上了解伊的个性啦。就算讲哦，阿姨的本领搁较好，若是落去去盘丝洞内底哦，恐惊连走都走不出来。总裁嘛。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甲我以前情解释呢？我相信我的代志，总裁也应该有甲你讲过啦。这三十几年吼，我安安分分，甲我红师酒条的共家共命，我从来唔捌做过对不起伊的代志。即卖我的身心都这啊，我逐天哦，拢烦恼伊的安危，希望伊赶紧出来投案。我哪有心情遐想东想西啦？你吼、哦，卖吵讲啊！你讲什么话啦？啊！你为恁翁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。新兵即马嘛，你反省啦。伊就敢若对陈忠雄哦，一较怨气。啊，其他的伊嘛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啊。总裁给我囝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我感谢都袂负啊。即马有人讲到这尼啊歹听。这是阮的罪过。陈忠雄吼，伊昨讲遐一挂话吼，我也听足无欢喜。是讲阿霞，你是去食了陈忠雄的嘴烂吗？啊，无你是安怎甲伊讲同款的话，来咧误解中年？客户啊，陈忠雄讲话确实是真歹听啦，啊，不过我真佩服伊一点。伊上高知影哦，是谁在背后变鬼变怪？你一定哦，爱较细腻，较注意这对母仔囝嘞。对，我赞成。我嘛感觉怪怪，啊，不过讲袂出来。江总裁人品遐尼好，伊一世人都无绯闻嘞，啊，佮有总裁嘛顾条诶。就算我佮神秘的妖怪，我嘛唔敢妖怪江总裁啊。风采下。江总裁要开钱退地清波，照顾伊的亲人，谁当开偌济钱啊？你乌康木家的钱是几百亿、几百亿的哦。总裁嘛拢相信你是真心悔改，你是安怎袂用去放过我性命，何故有一个野风飘雨的所在啊？你安尼讲嘛是无唔对，妈，迄中年是咪头壳歹去哈？那会搁予本差做啥物副总，予伊去插公司的代志？卡叔讲哦，照顾丁慧官与母阿囝算是因贵立体。那安尼哦，我看叫彭彩霞哦来撮取环宇集团的代志哦，等于是规组哦杀去鬼门关了啦。
阿嫂，嗯，我替阿爷问点代志，你就讲我在插手环宇集团。啊，我若什么代志拢无做，你又搁讲我是白吃白住，啊，话拢就是你讲的。你若是想要斗三工哦，你会当规工伫咧厝的哦，看是要洗碗啦、洗衫是拭涂骹啦，你那就一定要插公司的代志哈。我跟你讲啊，环宇集团哦人足济，哼，杨玲哦真正是有够牙尖呢，硬要找一个有掏空前科的人来管，这代志若是传出去，那是足伤害环宇集团的呢。啊，无你是讲煞袂，我讲到这滴滴蛋，我也袂跳针的哈。杨玲要叫什么人做工课，敢有轮到你来插嘴去？妈，伊都真正有犯罪事实啊！饭菜盒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啊！不管安怎讲哦，江超强是未来环宇集团的总裁，夫人是算你的头家呢。啊，你哪会安尼对待你的头家啊？啊，都无法度啊！伊都是靠说有阮妈哦，互伊做靠山，唔才敢呢。麦家春讲，阿兄以后的事业会交予江超强，你就不会主动叫起来。昨江超强伤害我甲客户，即马往关小病院。我的心明啊，真正甲我阿兄做伙，搁替伊生一个囡仔，安尼阿兄哦，就算是老来得子。时间唔知系天性个虾米款的程度。啊，以后恁江超强是毋是会接班，还阁真歹讲。钟仔妈。是的啦，我真正是忍不住啊！原本我是唔敢讲甚歹听话，因为我无想要惹事端啊。啊，不过伊哪会用安尼侮辱生命甲总裁的人格，讲一个不得不吃的话啊！孟彩霞，你哪会讲生命要替总裁生囡啊？你起码是你侮辱总裁，还是侮辱总裁嘛？免听假好衰啦！像自己真委屈同款，我都不信你跟万新民哦，对尴尬无去度。公仔妈，是我唔对啦，为滴我个新民哦，即马讲什么话拢无资格啦。黄彩霞，今日客查某囝，就算是我讲唔对话啦，是的。啊哈，你嘛莫讲我遮歹听的话好无？我相信哦。因为管哦也无歹意啦，你着认真哦，照常人吩咐你做工作去做就好，别项代志都莫插嘴啦。客户啊，伊拄只甲我拍呢，伊哦若是借机会就会飞上天啦，一定爱趁哦，还袂发生大代志之前，将这对母仔赶离开阿兄身躯边才会用的。吼吼，啊那即句话哦，你应该是爱送互你家己才对啊。中年请到你哦，都未输是请鬼听有单呢。啊，这么想话，你男的神，男的鬼啊！我看你还跟江超强同款啊，王冠，你跟小便宜接到。啊！一直讲我超强跟小便宜的代志哦，你看，就是你使用中年，再给送伊的所在，你给我放开啊！你又不是讲那遐真正的某，你是在唱就啥啦？道歉！哎呦，放啦！好啊啦，莫你总裁妈面头前相拍，啊你足不好的呢。哎，本菜啊，你是做人什么客查某囝？哎，夫人啊，好啊，莫太计较啦，小忍耐者啦吼。没恁啥，我跟恁这小杂物讲久啊啦。我，哎呀，你这话问，那不是靠三枪超强？你哪有爱自家客我面头前讲话？你敢跟我拍？我，哎呦！你两个唔通安尼死啦！你莫怕啦！啊！哎呀，阿妈，阿妈！哦！不要我！啊！啊！啊！阿爸，阿叔，阿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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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让点我阿冠，你让点？啊！我。哪位？我替您叫救护车。温超越，你完作无？哎呀啦，陪在这群里过无外久啦，尔嘛唔知超越巴肚内是毋是有小雨的囡仔，我袂爱伤害着我的金孙。